为什么说？为什么这样？太多了，俺都不想配了。嫉妒恨，你可没看，国与国之间没有感情啊，人与人之间没有情谊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华，现在是山东枣庄徐庄大集啊。今天我们起早来赶大集，没想到下雨，真是不凑巧啊。现在这个咱们这个肉卖多少钱一斤呢？猪头肉？28是吧？都一个价吗？不提这个价呢，不提这十八。啊，不提这便宜啊。这个舌头那个肠子跟肚子贵的。这一就是喝汤的是吧？对。这最便宜多少钱一碗呢？最低得多少钱一碗？这个10块钱一碗。哦，就是这肉它的。肉。10块钱一碗。啊。有15的，有20的，随便。挑多的。挑一斤。哦。30块钱的行吗？啊，30块钱的行吗？行，一斤多的。哥们，你从多远过来的？开车多少公里啊？开车有多少公里啊？也不五十。啊，50公里，那也挺远了。这个5块钱一碗啊？对。这太实惠了啊！大爷，咱们干了多少年了？干50年了。他干50年了。多大年纪了呀？啊？多大年纪了？50了。别人看像50多岁一样。干了50年。对。就是做的猪头汤。对，猪头肉。这是什么？猪头肉。对。猪头肉。啊，熟了。猪头肉。还有肠子。哇，猪头汤啊，烧的没火，看着大雨下的啊。哇，这水墨金山寺了。哎呀，下着大雨来吃的猪头汤。哎呀，下这么大雨，万万没想到啊！来的时候好好的，回不去了啊！下大雨了，这忙差不多了，大爷，来给我们搞点。我们搞配吧，10块15、20的。好，老板，你给我配吧。大爷，咱们现在一天能卖多少个猪头啊？今天卖不多了。今天卖不多了，下雨了哈。今天你煮了多少个猪头啊？今天煮了7、8个。啊，7、8个啊。嗯。哦，啊，大爷没发现来你家的都先拍照是吧？啊。基本上也是来的先拍照。先拍照就行了，都变成一个网红打卡。嗯。这大肠多少钱一斤的？大肠。30吧。啊，大肠30吧。那你这便宜啊！我们上次在重庆100块钱一斤。美国来回电话。啊。你是美国人，啊，用普通话。啊。你是美国人，美国籍还是中国的？哦，就是给他是美国人，我美国人，你给我打电话干什么？啊，诈骗电话是吧？不是。哦，还骗不了我。你想什么？我想喝你猪头汤，我你累死了，我坐飞机，你坐飞机。太牛了，还有坐飞机，从国外来的我都不敢相信。咱这个猪头汤有多少年历史了？我能50年了，反正。啊，你做50，你做的时候有没有以前？以前没有。那你是原创啊？嗯，我是。啊，你发明创造的？那怎么你在咱当时想起做这个猪头汤呢？啊，便宜啊，就又便宜解馋。对，哦，啊，他们就是这些人都是模仿你的哈。对，还花钱上网上上网花钱的，也骂我。啊，谁就黑你？上网上就黑你是吧？哎呀，我的名片太露骨了，我。为啥？花钱在网上这个干啥呀？清水军呗。哦，水军啊！我天，那也太过分了。哎呀，我都明白了，我都不理。对，那不要理。以前是生意很好，以前。啊，也行。一共还行，一共。现在我看没以前生意好了。还可以，还可以吧？嗯，我几米几不重要，脚几还照样红火。啊。然后
上次我刷视频刷的你说那个什么词儿啊？我爹的。哎，不爹的。啊、我们不知道啥意思，那啥意思？我们北方人不知道啊。我一句话一句话。不是，这句话就正常是什么意思？三个字什么意思呀、啊？梦啊，不底线。哦，你说的是忙的意思是吧？对对对对对对对。那怎么这样？为什么说？为什么这样？太多了，俺都不想。哎，就不理他们。对对对。我辛苦了。啊不。啊。这是大爷女儿。啊，大爷女儿。嗯。也，其实说实话啊，他只要火，他就有人恨你，对吧？对，这个是正常的。嫉妒恨。啊。你可没看，国与国之间没有感情。啊。人与人之间没有情谊。啊，对对对，现在真是就是现在人与人之间没有点情谊，就是三个字，嫉妒恨，就是为他自己的利益，对不对？这事也麻痹住了。啊啊，咱们继续飞啊！你看我都不理啊，不理他，不能理啊！小人不能跟小人置气啊！你骂我，我骂你，还什么意思？对对对，这句话说得好，这句话说得好。我把你带起来了，你反正骂我，那不成了东郭先生和狼农夫与蛇还什么两样？我做好我自己啊。对，做好自己就行了。小啤酒一喝。哎呀，看着下这么大雨挡不住食客的脚步，外面车都停满了。这什么叫烟火气啊？这是烟火气，特别有感觉。一般都是从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都喜欢找这种童年的回忆啊。要不一定是没有空啊，这会不得烟啊。搞的人说就没听懂。姐姐，人家说你那什么血抹的汤是你们姐里边的什么情况？来，猪头汤先尝一口，这属于酸辣的哈，它有醋啊，有辣椒，哎，这是猪的杂碎汤，里边还有猪心啊、猪肝啊、肥肠啊，15块钱的，嗯，香啊，猪头肉这玩意本来就好吃。别说它猪头汤也没有这股猪头那股腥毛腥味啥的，还真没有。啊，味道还真的可以。